觉得这个芝山站可以听得到，但是我们目标是淡水站哦，再一次哦。传递到更远哦。安德的，林秀成。好，一样，再跟大声道，安德的，林秀成。本方朋友，缺你们声音哦，李大成，谁来啊？林秀成。陈轰炸，音速小子打天下，生成。